不想下午老师瞌睡虫上身，午餐记得避开这些地雷。吃完午饭后，为什么下午总是精神不济，想睡觉？到底是怎么回事嘞？难道是午餐吃太饱害的吗？其实应该是你吃错东西啦。很多人习惯午餐吃一块蛋糕和面包，其实这些高升糖指数的食物，除了会刺激胰岛素分泌以外，也会让稳定情绪的血清素以及促进睡眠的褪黑激素大量释出，让你昏昏欲睡。台大医院加一部主治医师年小青提醒，精致甜食、甜饮和白饭都是高升糖指数食物，怕下午想睡觉，午餐最好少吃这些食物，建议可以多吃高纤低升糖的食物，例如蔬果餐就不错，可以防止血糖暴冲，让你下午精神更好哟。生活中心台北报道。哇哦，向世界征片，你旅居海外，行脚各地，用影像说故事，讲道理，写日记，你最自豪的 Vlog 在每日近3000万浏览人次的苹果网站投放，报酬优渥，重金奖励，作品请寄影创中心。